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共好广播电台。你们今天几点？有一条路，黑黑上瘾全部的路。大家在这里请到落脚的蔬菜，两位就黑按给我卡。我老理想感恩，全来老顶顶起来，强下地家乡打拼。有想爱做个事情，哪片是宽容？我做得家庭，我爱各样办个想法。因为种上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花，人家阿妹花，在那位都做得讲。地球上讲，地好高讲，地路卡讲，都来拢做得讲。也好把黑乡的人多太冷水，保护起来，我黑乡的可以回来。米的播放，六七个故事，老不搞黑的，故事入魔诶。有两人家的个幸福，就是当年好流氓咯，用自家的书打出新冠度的家园。而你了全部下创造新界幸福方式，幸福就是生命界发图。客家年年开业，年年大发。阿妹，阿妹，一条全部的路，一年穷下。